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成人自学钢琴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弹唱钢琴需要的一个元素，就是自由的元素。什么叫自由的元素？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弹，用不同的方法来演示这首歌曲。比如说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随意，比如说你也可以这样，你问我爱，你看，你问我爱，它爱我用 so，它本来就是 so，so 啊，它本来就是 so。你问我爱，你有多深？so，本来就是 so，你就可以先按 so 啊。好像又是一个旋律，又是一个和弦分解，所以这就是随意啊，弹琴就是要很自由。你也可以，你问多深啊，都可以。好，分享到这，拜拜。